嘅唐生兄弟集救援者家庭典禮。事不宜遲，而家就讓我為大家介紹你一次喺呢個地震災難之中奮不顧身、無屎救人嘅救援英雄。第一位係1314。第二位是5354。第三位是7086。起落唔好意思啊，反反领，成日反领反领，你好型啊。第四位是9413。相信各在座各位都会觉得好疑惑，点解呢四位救援英雄的名字都是以編號來命名的呢？其實不實不相他們四位都是囚犯，雖然他們是囚犯，但他們奮不顧身、義不容辭，在災難之中拯救在場所有死難者。現在就讓我為大家憶述一件悲慘的事情發生。佢膀胱爆了，快找支管回来。特別是你啊，嗰陣體現我哋嘅重家庭嘅精神。
我会就今次事件向中央上报，希望减你哋刑罚。哇！呀！明明是底都有。佢大家听完呢个咁感人嘅壮志，你点会谂？而家不如先即刻做我哋反美丽。第一集，无一生。好，第二啊，我举手啦。第二位系观众，五三。你啊，走啦。第三位系七零八。而你即使再疲，就先走。至今也未离低，明日是低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计，因你这世上变得美丽。呢四位就我哋喺呢次唐山大地震里边救义勇救人嘅四位英雄，而家嚟到典礼嘅尾声，就让我说几番说话嚟作为一次典礼嘅。唐山大地震是令人终身难忘的，它令到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学识了囚犯和任何人一样，他们的人格应该得到尊重。哇，估不到这段片一个屁股作结，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哪个人会估到如果有唐山大地震这种惨重的事情发生。节目又来到尾声了，但是我真的很想借这个机会跟观众分享一下我有四条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第一条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我们的人生在世，我们生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很值得大家思考。第二，中国的传统社会，到底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所传颂所赞颂的道德观念是不是还值得保存？第三，传统科技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到底现今中国的科技可唔可以应付到咁大灾难嘅发生？而去到最后，我想问下大家一个关于情同埋中国文化嘅关系，到底情同埋义啊，喺现今嘅社会系咪仲可以行之有效咁样出现？多谢各位。表演我直到你。在各位听完，记得。